唱歌你自己在唔在行咩？我唔敢话在行咯，不过就可接受咯，我觉得我自己都满意嘅，今次第一次表演嚟讲。今次你好似合唱，系啊系啊，冇错，所以就感觉轻松咗好多咯。因为好似同朋友一齐上去唱歌咁样，咁有 live band 嘅感觉都好唔同嘅，但系诶几好，我觉得。但系始终都叫做一个演出啦，自己喺唱歌上面真系未必试过。系啊，所以我觉得唔系完美，但系可以接受咯，即系都满意咯，所以我都好过我觉得好过自己做冲上云霄大选出 show 噶。現在自己都叫做簽了給 TVB 啦，係嘛？咁自己有咩期待工作上面嘅發展啊？我期待有劇拍嘅，我想，我覺得呢個新嘗試係幾好嘅，同埋我幾有興趣嘅對演戲方面。雖然我都係零經驗啦，依家，但係我慢慢學習啊，我都可以係咁，所以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機會嘅話，就可以拍到劇咁。之前講過話中台少有機會拍短劇啦，你自己期唔期望有機會用翻你自己嘅知識喺上面咧？我好期望啊！即係如果除咗可以即系喺套剧入边做演员之外咧，咁可能我可以提供到一啲专业知识啦。咁因为始终我都做过三四年嘅时间咁样，咁我谂都帮到唔少嘅，即系喺个实际成个飞机运作上面。你依家叫做签咗 TVB 啦，咁你如果有机会会唔会翻翻转头，定系会继续专心喺呢行发展？我谂都要好睇情况嘅，但系而家呢一刻我好肯定答，就系想专心喺呢度发展啦。因为我觉得呢度好多唔同嘅机会可以俾到我发挥发展去另一个事业咯。咁但系如果第时话可能航空界恢复之后咧会发生乜事咧，咁我都好睇情况。咁所以我唔敢讲实咯，但系呢一刻我可以答实就系一定喺呢度发展。